9月9日，时隔三年，再度带鸟巢拉开歌唱序幕。汪峰此次的岁月巡回演唱会又有不同的意义。2014年的鸟巢演唱会上，汪峰深情告白章子怡，我的爱是对的，成为佳话，更有现场60000人齐呼章子怡。三年后，汪峰已经跟章子怡结成连理，并且有了可爱的女儿醒醒，而有女朋友变身汪太太的章子怡，这次不仅会在台下观看演唱，还有望携小苹果现身后台探班汪峰。从当晚18、15开始，不仅全程可以看到汪峰及其乐队的彩排情况，章子怡的惊喜现身也十分值得期待。不知道婚后的汪峰是会选择继续在几万观众面前表白爱妻，还是会在后台与家人有爱互动。不过可以剧透的一点是，汪峰将第二次在鸟巢拉起小提琴，并将演唱《你是我心爱的姑娘》。